警方，北京华语大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片人陈鹏，处理方爱奇艺执行制片人崔小雨，云上学堂总导演志磊，美术指导韩忠，摄影指导曹超武，以及云上学堂几位主演鞠婧祎、宋威。好，首先请我们五位主演站成一排，向导演行谢师礼。导演得坐。把咱们所有人都退一下，好不好？在导演后面，还在，还在，还在，开机顺利。导演。好好，没事，他里面有，他自己也带，不能先放。